的标示，我们的民众他们去采购的时候，怎么知道什么是高风险的食品？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完全，这个农委会的陈吉仲副主委，我在咨询他的时候，他完全说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所以我在这边。出大事没事嘞，人家还是照顾好日子，生意照做，谁都没事嘞。你就我们老百姓看在眼里是什么？你看我们人就爆炸，真的都是在就出事了。我真的很想三个问题，请你。